这位证人在陈述中还提到，在活体摘取器官的过程中，那位法轮功学员的话曾经让摘取器官的军医迟疑了一下。说这个，你杀了我一个人，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，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，被你们迫害的人吗？哦，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看了我一眼。滚蛋！